阿米，现在是屁股了哈，没去了。啊，我弄了一回了。就是哈，找哈没打湿的。啊，我买的啥子嘛？今天我跟厂朋友他们买鱼，送我一条，我以为买了你肥肠了，一个笼子嘛。加面粉，菜籽油，里外抓起三层，肥肠的洗法有千千种哈，就选你们最适用的一块了。哦。再翻过来，湿点肥油，就吃完了。阿刚，干火。要得，先干。 冷水下到肥肠，葱姜料酒去腥，先搓一下噻。准备点泡椒、泡椒、酸萝卜，切碎，切成细细的粗丝，再来点葱姜蒜米米，起始一颗花椒，焯水后捞出洗净备用。肥肠翻水，葱姜半个小时够备三袋，一点捞出上色。 炸开后卤40分钟，卤好以后盛出来放凉备用。把鱼肉片成片儿，放点盐巴、料酒、葱姜，抓到鱼皮翻盐，放入红薯淀粉，搅拌上浆腌制10分钟。卤好的肥肠改刀，稍微切长条点。 烧油，再来点猪肉调成红火油，油烟下到料头，泡椒泡椒，炒干水去出香味，来点豆瓣儿，海椒面，锅边淋入料酒，先下到肥肠，加入清水，再放入盐巴进行备上调味，烧开按5分钟后放入鱼骨，煮半分钟先盛出来，再转小火下入鱼片儿，水开50秒起锅，淋上汤汁。 热油放入花椒、海椒、焦油，趁热烧葱段儿。就这个肥肠鱼，我后几天评论里面，我小红心你们会给吗？Thank you。来呀，我请。要得很干。现在我鱼片嘛，看到有嫩啊，嗯。这还肥肠，我最喜欢吃肥肠了。<笑>每片鱼片啊，都从油里面供一下，好吃啊。 鱼好吃吗？肥肠好吃吗？一号吃的，<笑>我这肥肠也好吃的。我是一号吃。供一下油才好吃。啊，我这肥肠好牛。23。23啊，比猪肉都贵。当然，所以称得好点儿的，肉好多嘛。哈哈，来，我吃点脑壳，脑壳润。 花儿脑壳最巴适了，也是这个鱼唇，鱼嘴巴儿就好吃。好，好不好吃？嗯，巴适的板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了。如果喜欢我，喜欢付老师，就光买，拜拜。我们两个人，拜个拜。明天啊，下面哈，美得很。